在追求梦想的路上，点点荧光是否终能璀璨？人生充满着各种选择，就像 ABC， 看似简单却不简单，焕然轻盈，自在前行。时间赋予我们不同的角色与考验，我相信坚强柔韧是滋养内心的良方，向内修养，向外绽放，焕然元气，自信美丽。心有彩虹，方能振翅飞翔。清心向阳，自当无所畏惧。我是赵丽颖，与我一起焕然绽放。ABC， 活出健康美。